虽说是无意之举，但是你别说了，此事不许再提。你无心，我无意，你以后别耿耿于怀，我也不存在什么借不借怀，让开，睡觉。不是啊，世子，您这伤口啊，跟纱布都粘一块了，我这不用点力啊？不行啊，大，哎呀，奇怪了，世子，您说您这伤，它不见好呢？ 照你那么扯，好了的伤也得被你撕开了。哎，那你行你来啊。那我当然不行了。行行。啊，也是也是，我们家世子此次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多亏了沈娘子在危急之时倾力相救啊。世子，更衣。 多谢沈娘子。不用谢，换作是别人，我也会这样。那可不一定，比如说我吧，除非是心上人，不然我可不会牺牲我自己去救他的。那照清溪娘子所说，沈娘子的心上人便是我们家世子吗？我可没这个意思啊，我去取些柴。哎，娘子。 这种活交给我和杨宗大哥干就行了，我俩先去，你先去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俩去，我们俩去。其实。 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。其一，我绝非浪荡轻薄之人，只是昏迷中鬼使神差迷了心智，所以特此郑重向你赔礼谢罪。其二，你不必因此介怀处处躲着我，这只是个无意之举。无意之举。 虽说是无意之举，但是你别说了，此事不许再提。你无心，我无意，你以后别耿耿于怀，我也不存在什么借不借怀，让开，睡觉。沈娘子，陆廷尉，请自重。